因为真 PD 确诊，所以我这一周都要自主管理，因为刚好是遇到零加七，然后我想说那也减少外出，然后也减少外食，我就想说好，那我就来拍一周七天都吃泥咯，显然就是在致敬库克啊。如果我这几天快筛突然间有阳性，那我是不是要从七天变成十四天？那东西到底够不够？没想到我居然有一个专属尼诺冰箱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尼诺的，看来真的蛮多的，因为它蛮深的，有个人的大古堡，然后也有鸡腰一口送跟心肝波贝，然后还有新品，这个鳗鱼我放到现在，还有目前好像看起来好像没有的意大利面酱，还有这个 ，Oh my gosh， 要吃牛肉面，基本上应该够挡七天吧，如果不够挡。那我是不是要去买防疫组合？